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在美国访问期间的塞塔总理率团和微软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数字经济和社会部长巴舍视察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国家汽车测试中心施工进度 55%。 中泰深化高等教育合作，搭建人才联合培养平台。2023年搜索最多目的地曼谷排名第4。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率团和微软签署 MOU 谅解备忘录。日前访问美国期间的色塔总理率团和微软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协助推动 AI 人工智能和云端技术。这项在美国旧金山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公布的合作，旨在于促进泰国的竞争能力和数字创新。在这 MOU 下，微软公司将同泰国官方的机构合作，加强在主要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农业、保健和教育等。这项合作也注重网络安全的升级，以及探寻在泰国的数据中心的投资。数字经济和社会部长巴硕视察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数字经济与社会部制定7项政策，下令泰国国家电信 NT 公司适当调整结构，以管理超过2000亿铢的资产，并使其产生收入，同时减少冗余的投资。应考虑投资 5G 网络26吉赫普频以获得最大收益，同时应该准备好在政府部门中推动云端计算，使其成为支持政府部门运行的工具。关于对重要项目的投资，应先等待组建新一届董事会再做考虑。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巴硕表示，2025年对于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因为850兆赫、2100兆赫、2300兆赫频谱合约到期，届时收入将会大大的减少。上述频谱创造了超过400亿铢的收入，再加上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是一家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将会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的部分收入减少时，就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在重组方面。目前拥有12000多名员工，工资开支占了总开支的 35%， 高于 25% 的标准。当然，如果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能够扩大业务规模的话，人力的增长也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数字经济和社会部长在对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进行视察时，下达了7项政策：一、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业务发展条件，
这是因为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之前是由 CAT 和 TOT 也就是泰国电信公司和泰国电话公司合并而成的。这两个组织在文化和运作方式上都有差异，当合并在一起时，必须要使到组织变得更加灵活。二，关于重复投资问题，自从合并开始，很多事情都是多余的，包括投资、营运效率问题，都必须进行调整，以避免重复。二，关于投资 5G 26吉赫频谱项目一事，目前客户端还是很少，投资应该与 5G 700兆赫频谱相结合，应该要慎重的考虑。至于上届政府已批准的政府云端项目，预算超过62亿铢，应该继续支持，意味着将有助于政府节省更多的预算。二，致力以使到 NT 泰国国家电信公司成为支持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因为作为网络服务商，并拥有已经准备好提供服务的网络，例如民政项目、中央政务云计算 AOC 中心等，综合资产价值超过2000亿铢。如果能使到这些资产产生 3% 的收入，即可以达到60亿铢。七，在等待新一届董事会完成组建过程中，如有政策或者项目，应该等待完成任命后再考虑。目前由13人组成的董事会还剩下7人，虽然已经过了一半，如果有什么事项是可以拖延的，或者许多不重要的合约可以等待任命完成后再做考虑，预计新一届董事会的组建不会超过2个月。泰国贸易代表赴日本大使促扩大投资。泰国贸易代表纳吕蒙女士日前与日本驻泰国大使和斋阁下举行会面。日本大使对纳吕蒙女士担任贸易代表表示祝贺，并强调日本政府和私营部门已准备好与泰国总理赛塔领导下的政府合作。他说，日本和泰国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泰国贸易代表纳吕蒙女士透露，日本大使提议泰国作为在汽车工业过渡时期各种汽车的制造中心，升级成为电动车及关联产品的制造中心，以出口东盟各国，而且这也符合日本政府的绿色增长政策。日本政府和私营部门有兴趣投资许多新兴产品，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现代农业和清洁能源，这也符合赛塔总理促进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的政策。日本还支持利用阳光、风、水和垃圾开发清洁能源创新，相信在未来这些清洁能源可能会更多的用于制造业。此外，日本经济产业省认为泰国能源政策的过渡是具体的，因此日本经济产业省准备好与泰国一起支持清洁能源政策。经济产业省将会提出泰国和日本之间的能源合作框架，将注重绿色转型。关于泰国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纳吕蒙女士表示，日本政府决心支持高级人力资源开发，希望泰国日本的新一代商人能够以商业配对的方式进行更多的交流和联系。泰国贸易代表纳吕蒙女士还表示，今年12月，泰国总理和政府官员团队计划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讨论并扩大新兴产业的投资框架，这将有助于促进泰国和日本在多方面的关系更为紧密。中泰深化高等教育合作，搭建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善义日前在广西南宁表示，泰方鼓励泰中两国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开展有关课程开发、教学、
社会科学、科技研究等领域的合作，加大联合培养人才力度。第五届中国东盟中泰高等教育合作论坛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与泰国54所高校以及十余家科研机构智库近300人共聚一堂，探讨如何更好地深化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他出席论坛时表示，泰中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成果斐然，目前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超过20,000人，在中国的泰国留学生数量居中国国际学生总数的第二位。教育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领域，泰国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随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中泰两国的教育交流愈加密切。2023年搜索量最大目的地曼谷排第四，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很高兴曼谷在2023年搜索量最大的十大目的地中排名第四，这反映了泰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受欢迎程度。对此，政府进一步挖掘旅游城市潜力。总理府发言人蔡瓦茨隆表示，根据全球最大的旅游公司 eDreams 欧迪娇对2023年搜索量最大的十大目的地的调查和排名，泰国首都曼谷排名第四，仅次于伦敦、巴黎和纽约。蔡瓦茨隆表示， Travel of Pet 网站指出，泰国首都曼谷继续稳坐其作为亚洲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它以其古老寺庙和繁华市场独特结合而脱颖而出，包括了宁静的风景，可以为游客提供好像看电影一样的体验，这在欧美城市的暑假期间很难复制。此外，还有一些令人惊叹的历史名胜，如大皇宫和郑王庙，以及水上市场和热闹的靠山路，所有这些都是与道路上的城市生活完美的相结合。2023年全球搜索次数最多的十个目的地分别是：第一，英国伦敦；第二，法国巴黎；第三，美国纽约；第四名，泰国曼谷；第五名，西班牙巴塞隆纳；第六名，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七名，日本东京；第八名，意大利罗马；第九名，意大利米兰；第十名，西班牙马德里。这一排名结果显示了泰国成为游客感兴趣旅游目的地的潜力。为此，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感谢所有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泰国旅游业强劲增长。此外，总理还感谢旅客相信并已喜欢在泰国旅行，政府已确认将继续开发接待游客的潜力，保障安全，并提供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模式，同时保持泰国的独特性以及主流文化。各位听众，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